小时就一决胜负。无人不晓的光明达人秀，无人知晓的结果即将揭开。最大规模的战争，到底谁会是光明达人之首呢？哦，周李成峰啦！哦，对啊，没说是他，没说这样子哎，乱七八糟，李成峰，周李啊！我们的表现不够完美，要再加强练习。红队投靠白队吧。要开始，给我看清楚。